好，导演再一次好不好？我能不能做得更好？每一次，我都这样问自己。明星有空来啊，送你的。不论工作、生活，或者对待家人朋友，这种话不说吧，你就搬回家吧。对，还你跑不干去。我一直想做得更好，更好。有人问我到了50岁，还会这么坚持吗？一定会的。新东阳50年来一直努力做得更好。